鸡肉是国人重要的肉品来源，为了提供国人更优质健康美味的肉品，君达集团携手行政院农委会畜牧所花莲种畜场产官合作，耗时八年培育出独有品种格雅鸡。君达集团旗下的秧田良品更是把品质优良的格雅鸡制作成的秧田良品纯低鸡精，让需要快速补充营养的人在喝了之后呢，就可以快速补充体力。秧田良品采用无抗养殖180天的格雅鸡，100%无添加，再以慢火精纯精工法将鸡肉中的精华滴出，保存全鸡的营养。这层有了 LV 精品级的秧田良品纯低鸡精，如此的坚持也让秧田良品纯低鸡精一上市就荣获国际四大美食奖项之一。秧野美丽酒店秉持着让消费者吃得健康吃得安心的理念，致力于无毒有机健康香草料理，严选品质优良的在地小农有机食材，坚持以原味无添加养生健康的精神，研发出最美味有机健康安心的料理。这个格雅鸡非常的特殊，它是独特性的这个品种以外呢，最重要的是我们在饲养的过程，我们用香草来取代抗生素，也就是我们这只鸡的最重要的目的是它不能有抗生素，不能有生长激素，是一个最健康品质的一个鸡，而且必须放养6个月，在很好的环境里，就是友善的环境成长。那每一只鸡从鸡爷爷、鸡奶奶、鸡爸爸、鸡妈妈这样的一个血统，我们都做了很好的健康的管理。所以这只鸡最重要的是我们研究出它所含的里头的，我们讲的是一只没有油，就是低油低脂肪，这个低胆固醇低热量，而且在鸡汁的肉质上面呢非常 juicy 的一个鸡肉，怎么煮都不会柴，很特别哦。这个大家可以来品尝看看，这只不一样的鸡。那我们这次也很开心的，这只鸡呢能够得到我们国际的这个 A Plus 的这样的一个认证，也就是在品味这个认证上得到了我们的咖喱鸡火锅得到2颗星、3颗星，我们的鸡精是3颗星，那我们的咖喱鸡火锅是2颗星，同时双双的都获得了 A Plus 的这样的一个国际认证，这也是我们今天非常开心有这样的一个国际认证呢，让我们的消费者可以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畜牧所所长黄正芳也大力推荐格雅鸡的好产品。GAEA， 好，格雅鸡就是大地之母，好，格雅大地之母的意思。那这个鸡呢，好在哪里？它的皮非常薄，大家如果有去吃火锅的时候呢，那个火锅汤上面啊，几乎看不到这个一层的油腻腻的这样子的油。那胆固醇比较低，能量比较低，脂肪比较低，但是那个 juicy 的程度是非常高的，所以这只鸡绝对绝对这个推荐给大家来这个来品尝了。尹总统表示，花莲除了特有的天然美景之外，君达集团更希望创造出独特的绿色观光旅游模式，吸引国际观光游客来到台湾旅行，并且体验低碳绿生活。到花莲秧野美地，必吃独有的格雅鸡香草火锅之外，秧田良品纯低鸡精也能够进军国际市场，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品味到格雅鸡低鸡精单纯原始的美味，并将其打造成为另类的台湾之光。记者蒋文杰报道。